场韩国瑜民众嗨翻天，场面热血沸腾。市长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嘉义来了，嘉义来了！加油！韩国瑜来到大圣青云宫参拜完后，还要担任全国古镇锦标赛的揭幕嘉宾。站在中间，打起鼓来，架势十足，每一下都用尽全力，一点也不马虎。我们有请在场中央的十二支参赛队伍，请先回到我们的休息区。参与大社当地盛会，韩市长超接地气，看到参赛者比赛，不停拍手叫好。全台北中南共91支队伍，近2000多名参赛者来到高雄，以鼓会友，大家长韩市长热情欢迎。好多都不是我们高雄的队伍，在这边告诉大家，欢迎来高雄，还有不来华峡。我们希望今天的比赛，让你们这些小朋友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，在人生旅途上有好多阶段的变化。那么年轻就来这里参加古镇的比赛，一定是将来回味无穷。韩国瑜25日行程满档，从早忙到晚不喊累，亲自推广当地活动，与民众拉近距离。记者梁嘉文、谢文燕、潘颖文那边小组高雄报道。